好、哦、啊！但发红包就看不到你们啊，算了，发红包吧。嗯，修改，嗯，包、okay, 个红包，新年快乐。有嗯，可以，每次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发红包可以。嗯，你这个人，我们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用一个红包能解决的吗？ 你看我这一把不就赢了吗？他在那里转我的转我的野怪，我很烦啊、哎！你至于把这个绳子控在中间呢？哟，忘记用惩戒了，傻子！嗯，哎哎，你转一个是个意思，哎我、啊。我们这边，他在转我的红。 我让你转我的红，嗯哼哼，哎，这个人还是很恶心的呀！他完美完美的让我升不到四级了，我这上分大鸟前期节奏被打乱了呀。哦，他已经把别人耗残了。OK，哎，我们三个人疯狂点这个塔，这个塔就没有了。他砸了个二技能，不管，就打这个塔。 有了，一个治疗拉走位，两个拿个蓝、啊，哎，安迪，嗯哼，嗯，痛不痛？给他一炮，吃口药。请求集合。 抓波野，嗯哼哼，Let's go，奶了我一口，这个人会玩的，啊，我们现在就去继续刷野怪就好了，这把就赢了呀，嗯，嗯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嗯。 可以，这个这个明世隐拉得挺的挺、嗯、稳、哎、的，嗯，哎，我下。可以，我们刷野很快，因为他跟着在，一下就刷完了，然后又可以去打架了，多好，中路打架去，好，这边讲道理了呀，过去把他杀了。 可以越塔杀，走起。嗯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他会过来。先把这个野怪清了，没事，直接跟他刚。哟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灵动的身法，标他。 回来，不能打了，拿暴君去了。请求集合。嗯哼哼哼，把他压回去，我们直接拿暴君。嗯，嗯哼，嗯哼哼哼。嗯嗯嗯嗯 哎，这个这个这个明世隐是真的会玩的，好吧？啊，跟我跟得很稳。你看他那个明一般的明世隐，他那个绳子总会断。你看这个人绳子从来没断过的，一看就是个老明世隐。嗯，我们顺着刷，然后继续抓下。这一把把下路给打穿就行了。上路去了没事，上路应该死不了了。开个大招不可能死的。我对凯还是很有理解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把我红，他怎么死了？ 嗯，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了。哎，他咬我！嗯哼哼，往这边走，一技能挂上去，一手惩，开大招踩一脚，一手惩戒，一技能拜拜。 抢他们家野，蓝 buff 又刷了。嗯这里都是，嗯可以越塔玩了。嗯哼哼哼哼哼，别怕，与之一战。小走位一下，下路可以，他。 他这个知道我这个动作很快，好吧？我一我一转方向，他就知道我要过来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嗯，赵云，注意回血，他大我吗？小走位一下。哎哎哎哎，还好停手了，不然我队友死定了。嗯，好，这一把就赢了呀。嗯嗯嗯 聊了聊了聊，顺着刷野，嗯，游戏结束了，朋友们，嗯哼哼哼哼哼哼，看嘛，嗯，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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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英雄比较简单，这个娜可露露啊。 你只要这个一技能、一技能大招踩，然后穿插普通攻击 A 的好，一般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那很多人玩这个娜可露露就是这个大招不够稳，他大招其实比那个简单多了。拿蓝，现在他们应该都压着不敢出来了，我们只用蹲在草里面等他们有一个人浪就行了。然后我肯定不不好第一个上，我第一个上不太稳。 这个赵云，OK，赵云这个站位有点问题。留一下上路，凯开了大招可以救他，死定了。嗯，我们这只要是他们这个站位稍微靠前一点，就必死的。好，小心，你这肯定不能直接大上去。 好、哦，这边开大清兵很厉害，咱们这个带下塔直接拿掉。等他二技能结束，踩一脚。哎呀，咬住我了！下我的！哎，太可恨了吧！赶紧推塔，赶紧推塔。哎呀，这个人最后一口还、啊、是咬到他，不咬我的话，我应该都收完了。现在拿命拿命去拿塔就行了。 可以，与之一战，开大，嗯嗯嗯，嗯嗯嗯嗯，哦，可恶，拿蓝。嗯，这就是这个纳可露露，现在版本 T 一打野非常猛，你只要刷一下，基本上别人就不好打了。比较克纳可露露的几个人就是达摩。 达摩让他很难操作，还有个那个太乙真人也让他很难操作，因为他就是单点击杀，瞬间落地秒重创别人。等他拉我这边打主宰了，帮忙。嗯，你自己要找好那个普通攻击的节奏，很多人这个打娜可露露伤害不够，就是因为节奏没找好。 就是那个落下地来按普通攻击，有些人就只交技能，他不按普攻，不按普攻不行，好吧？我们现在这两边两个边路都打死了，瞬间踩一脚给二技能，把他影子打没。他影子没有了后，他就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英雄就是靠影子操作的。好，我们先一技能挂上去，你挂了再说。 他没过来，骗他技能，不着急。凯再过来，我们这边再回血，稍微等一下，我去二技能回波血，开大招找位置，不急，小心这个龙王，啊，直接一脚踩死了，小走位一下，他打我吗？他没打我，他居然这样敢进来，这边开大进去了，我们赶紧跟，我们直接踩一脚二技能，哎呦，不要咬我！好、啊，都死了，再见。 游戏结束了嗯，嗯嗯嗯哼哼哼哼哼，简简单,单单，对不对？有办法吗？呃，嗯，金牌打野，恭喜飞来的钉子，恭喜你中奖了，好吧。